Ah.
Yeah.
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。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。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话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